什么是三从四德？这不是女人要遵守的事情吗？别回答，回答就错了，答案全在他们脑袋里。标准答案不能答，那该怎么答？三重是百足虫、毛毛虫，还有小虫子我。这笨笨小虫子，帮忙不成，还帮上忙。说话呢，你赶快继续你的事儿，别耽误时间了。三从啊，是在家要依从他，出门啊要服从他，争吵了要顺从他。四德呢，是夫言、夫德、夫容、夫恭。不容是丈夫要容忍，不公就是丈夫要有第一等公所。天哪，老